你说我没救你的本事，告诉你，像你这种第九流武功的小丫头片子，我只要是一根小手指头，随手便能救你们二三十个、七八十个的。 但却不会产生。最厉害，把吉德人骂得很惨。他也是我的首选十一人之一。有了敌军预备翻转班名，我拨电给他只需每分钟11次，我会搭他们去瑞士，免费的。谢谢敌军。